谢谢啊。还有没有啊？就没了。这个看着高老师在台上说相声，特别的感慨啊。怎么？谁呢？这照说一半照相，去吧去吧。哎，座儿丢了啊啊！到我这比给你送花的好看。别正经了。我们认识高峰的时候，他才十几岁。啊，小孩呢？刚才在后台，我一看这后脑勺这都秃了，啊，都谢顶了。人老不以筋骨为能啊，那是别出感慨啊，是吧？来那会儿小孩，现在啊，闺女都老大了。哎，对，都有闺女。他媳妇原来是德云社主持人。是啊。生孩子那天给我打电话呢，给你啊，哥，生一闺女，对不起啊。我说嗨，怎么那么别扭这话？哎呦，高峰来了，挂了。哎嘿，就为躲他合着。我们是一个大家庭啊，咱们得好好说相声。那是这么些人爱看咱们，好好的说，把身体弄好了，哎，身体棒棒，多说些年，七十八十还能上台，多快乐，那才好呢嘛。九十一百那是幸福哟，一百岁啊，一百二啊，嚯，一百四，不嫌多，一百四还说相声，那我有一天真一百四说相声，这是个乐趣啊。谁的乐趣？我的乐趣。哦，我一百四，我从台口我走到这儿啊，我得走一个钟头。一个钟头，大伙儿也有原谅。到这儿我就得扶着，拄着桌子了啊，老艺术家了啊，能站住了就不错。喘半天，一百四，喘半天，吃药啊，现吃药，吸氧。嚯，来俩人扶着我站会儿，别上来好不好？哎呀，哎呀。大家好，哦，我是那个说相声的小学生，还小学生呢，我叫郭德纲啊。介绍一下于老师。哟，我也来了，在这个盒里头。哎，我怎么都在盒里了？我今天是纪念于老师去世一百周年。我多少年前就死了，合着。来吧，跟大家见见面吧。啊，我怎么见面啊？把这盖儿打开，这就要见面。但是我不能把它举起来。为什么呀？我一百四了啊，我准得有帕金森呐。那就是哆嗦了，这一举这个，哎呦，好，您给我挫骨扬灰了，这是。给你扬了倒没有什么啊，关键是我有鼻炎。鼻炎怎么了？打喷嚏里多难受。哦，您有鼻炎难受不行。把我阳了您没往心里去了。关键这一盒也装不了多少。哦，对呀，我就这一盒，我演不了几场，我怎么办？就是你会耽误我的收入。哎呵，那怎么办呢？上场门来袋水泥。这干嘛用？头上场咬一盒就行。哎呀，我骨灰见面还掺假呢。玩笑说玩笑啊，咱们能把爱好跟工作合二为一，这是祖师爷恩典咱们，这是幸运的事。当初没有先生收咱们，干了这行，哪有这种幸运，就干不了这个，不容易。列位，纺织女工都是卖纺织啊，那不能。炼钢工人就这么爱炼钢啊？怎么能够工作？哎，但如果工作兴趣是一回事，那是一种幸福，真好啊。哎，我们俩人我们也没有别的爱好啊，说相声最大的爱好。哎，我别的爱好就是唱戏说书，这是最大爱好。哦，谦儿哥是抽烟喝酒烫头。嗨，哎，那也是爱好。骑大马。哎，喜欢马。哎，我骑一上小猫，那是驴，那是。哦，阿凡谦儿。哎，别瞎起名字了。于凡迪。行了。金圣叹有句话说得好，怎么说的呢？没有爱好的人不要跟他交朋友。为什么？不管是吃喝嫖赌、吃喝玩乐，你一定要占一样。哦，若这个人没有爱好兴趣，不要跟他来往。为什么？因其无志性也。哦，这是原话。一点爱好都没有，净琢磨害人了。哦，一定要有个爱好。哦，这是好的。哪怕您那个抽烟喝酒，我觉得可以。很谢谢您。到后台坐那儿，谦哥就来一根。我要照这么抽三根我就得肺癌了啊。烟头都吃了。
多大瘾呢、啊、我这是、啊、好抽烟喝酒也行啊，喝酒、哦、在后台喝多了拿筷子当鸡爪子吃一根半，哎我也不怕扎着啊，老烫头，我说你不烫不烫不行，头发不好看，对我说我给你弄个帽子吧啊，啊找那个好些个50块钱一张的给他叠了个帽子，那是绿色的吧您的，显得有钱吗，显得有钱能100多好啊，挺好挺好没事、啊、我就是聊天天嘛是吧，嗯、啊、哎抽个烟喝个酒跟朋友聚聚喝个茶，哎挺好，这好或者听听相声来，这是爱好啊，当然有人说了我不爱听相声，哟哎谁来说相声我也不爱听，哦不听就不听呗，别较劲，天下没有任何一种艺术形式和一个艺人被所有人都喜欢，哎不科学，嗯不听就不听，别较看电影去，哎啊我不爱看电影，哦回来听相声啊，就这么俩选择呀，你不得干点什么吗，是不是，哎就这俩来回对不对啊，嗯啊我就不爱也正确，嗯啊很正常，你花8亿拍电影拿10000个奖，我就说不如耍猴好看，你能弄死我吗，个人爱好不同吗，艺术首先是生意，哦我老说相声我们都生意人，我们是生意人，尤其我们这行干不了坏事，怎么对过商场着火你们都能上抢东西去，我不能去，为什么，火一落警察一来都谁抢东西了、嗯、10000多人不知道有郭德纲在里头，哎好就认识你，我们干不了坏事，哦哎您各位愿意去就去吧，哎也别去啊，看看电影也挺好，是吧，谦哥今年电影大丰收，哦嗨拍了几个，跟吴京演那个干狼啊，干狼拍第二了，等会儿吧，真的我就佩服他，要咬着怎么办，我什么乱七八糟啊，那叫战狼，站着是吧，对那谁站着啊，您别胡说八道，就叫战狼，战狼是吧，啊挺好，嗯谦哥好看电影好演电影，是啊出了3D 电影他每回他都去，3D 电影3D 电影说就跟在眼前一样，哦我也没看，哦去了不方便，他行，嗯3D、哦、打他坐那哦哦哇啊当真了，戴着眼镜跟着，好家伙真爱投入，旁边的都看不过去要死了，打哎呵打什么，打电影院出来谦哥还夸呢，嗯3D 电影真实，哎旁边打真打没看见，和你真实啊，那可不真打吗，挺好，嗯向于老师学习，别学了，其实这些年电影我也没少给人帮忙，也拍不少啊，啊大伙儿也都赞扬我啊，赞扬郭德纲拍都烂片啊、哎、哈哈这叫赞扬，其实这也挺冤枉我的，是吗，迄今为止所有这些电影啊，嗯都是人找我来帮忙来，都是哥们儿，哦来帮忙来，嗯我能用你就好吧，去呗，啊好些个戏到今天我没看过剧本，哦也不是我编的，也不是我导的，也不是我主演、嗯、也不是我投资，最后烂片都得算在我脑袋上啊，活活冤死啊，是啊我也不往心里去，那你说怎么办呢，嗯其实舆论也好控制，是吗，拍一个好的一下就扭过来了、哎、我准备来这干狼三，好吧，哎不关系就先把名记清楚了，哦那行那行，哎我们呀、啊、其实说句实在话、嗯、从小到大到现在大部分时间其实都用在学习上，对那倒是，尤其说相声的，嗯都是我们的老师，全得学，难就难在这儿了，无章可循，那都个人张扬，唱京剧我学梅兰芳，我学马连良，我学周信芳、嗯、你得跟他一样、嗯、连他的毛病都得一样，嗯你学的对，综艺派的我们这边不行啊，嗯你跟先生一模一样，必死无疑啊，对学的是那种感觉，而学的不是他那种技术特点，是难就难在这儿了，嗯啊我们过去也有那老师就学张三就学李四、哦、跟他一样俩人录音放在一块儿，观众听不出来是俩人的，哎呦啊他上场观众就不乐啊，因为每个人对幽默的理解和表达方式是不一样的，哦说相声更多强调的是天赋，对而且走了街上看见谁，哦这人这样我得学学，嗯哎这个这我得学学，他爸爸我就没少看啊，学我爸爸，你哎呀老头富贵的时候什么样啊，老头落魄的时候什么样、哦、学完你脑子里不一样，那当然他爸爸当年能说吗，你们倒挺大方的是吧，您都说到这份上了，有什么不能说的就说，他父亲当年是富家子弟、啊、咱都说过了啊，纨绔呀纨裤子纨绔、啊、
后来万贯家财也有坐吃山空的时候啊，老头也落魄了，就没钱了。有段时间做小生意嘛，做买卖了，先是智障。哦，什么的智障，就是缺心眼儿，智障吗？制作手杖。这什么工作呀、啊？这是买那木头，自个儿雕龙绣凤，然后在这儿卖的，智障的，制作手杖，有一年左右。啊、哦，有日子管着就好办。那是一年左右。嗯，啊、后来他爸爸就改了。嗯、啊，犯贱。因为智障，所以犯贱吗？不是，贩卖宝剑。太难受了，这名字。就是连智障再犯贱、啊、三年多。好家伙，做买卖。吆喝怎么弄？我们看完了，哎，老头这好，啊，有这事，因为这是我们的功课，这也是功课。小生意人的吆喝对我们来说是功课，哦，生意人的吆喝我们也得学，这叫获生。哦，现在也没有了，现在跟街上你一吆喝，就城管就来了啊，这打跑了，正找不着你呢啊啊！过去来说，小买卖人全仗着吆喝，那是广告啊。北京城卖菜的过去那跟唱歌一样，好听啊。挑个扁担，前后箩筐，啊，十几样青菜，哦，叉着腰，嗯、挑着扁担，这在耳朵这儿捂着，哦，拢一拢耳音，什么味儿啊？香菜、辣青椒，哎，够葱炖青菜来，扁豆、茄子、黄瓜、加冬瓜，买大海茄，买萝卜、胡萝卜、扁萝卜，那了眼儿嘞，香椿嘞、蒜儿嘞，好韭菜。卖菜好听，说相声不容易啊，不是光台上我是你爸爸你是我儿子就能卖票两回事儿，你得有正经玩意儿啊。嗯，见功夫、啊、站在长安街上就是一嗓子啊，通县都听得见，声音就那么大。通县还有一卖菜，哎嗨，那说俩卖菜的，过去炸油条的也吆喝，就哟，炸油条怎么吆喝呀？现在北京的油条都吃不得啊，我老看你炸油条的运气，怎么这么长黄不拉几的一瞧就，我你这油条就是铅笔啊！啊，铅笔，过去油条吆喝起来好听啊！怎么样？哎呦呦青哎，面儿又白，扔到锅里这飘了起来，越炸越炸，赛过烧鹅嘞！好大个的那是油炸棍儿哎！嘿，哎，炸油条，这叫油炸。光有手艺都不行，你还得有嗓子，还得能吆喝啊！到天津炸油条了，还有一种吆喝方法，什么味儿？炸了个圈，圈里套着杆木连僧九母到西天，打开了丰都城，砸开了鬼门关，放出来十万六千的恶鬼儿嘞，鬼儿嘞，炸酱！哼，还有典故，炸油条有学问啊！嗯，现在油条真是，我是天津人。天津的打小吃天津油条，哦，得够一尺，那好，枣红色的，炸得透。说这根油条不够一尺，嗯，从别的油条掐一块补给你，就这么实诚，也让你够一尺，嗯，又酥又脆啊。这边吃那边枪毙，你爸爸都不心疼，这也是你不心疼，我不光不心疼，我还得来碗豆腐脑。哎呀，没有这么举例子的。卖包子的过去也吆喝呀，卖包子呀，啊，包子不一样。哦，汉民的吆喝是包财，怎么吆喝？包财好卖我的面儿嘞，尝点包拿着包，尝尝包根馅儿的。这是大叫，嗯，贵叫清真是小孩吆喝，小人家回民的包子，小小子小伙计，嗯，童子音儿一叉腰，嗓子也足，吊门顶在这儿，什么味儿？新肉的吃了哩，包肉的哩，发了面的包儿又热来。贵叫清真，童子音，山东济南，嗯，就过了咱那火车站，老火车站啊，天桥底下有一蒸包子，哦，吃包子吃包子，一口咬出个牛犊子来着，嚯，牛犊子都出来了，多大个的包子呀，把牛都包子里头了，你瞧瞧，形容这肉多，哎，天津包子四海驰名，对呀，狗不理不吆喝，怎么呢？坐上啊，大生意啊、嗯，走街串巷卖夜宵的那个包子，他吆喝。那怎么吆喝呀？十冬腊月啊，夜里边十一二点哦，有打牌的散了，嗯，有看戏的回来了啊，晚上饿了要吃夜宵哦。胡同里边来老大爷，这是七八十岁，挎一小竹篮子，里边有几斤包子，嗯、上面盖着小棉被儿，
哦，走到胡同里边不能大声吆喝，怎么有人睡觉了，哦，怕吵，俩字儿，肉包。怎么叫肉包啊？肉字出来还挺大，嗯，包字特别的小。什么味儿啊？羊包，喝在这儿呢。啊，嗯，包，嘿，半夜十二点啊，睡醒一觉，哦，支棱耳朵一听，胡同里边大爷来了，嗯，然后睡你的。哦，睡早晨上班，洗脸漱口，推自行车一出胡同，你听那儿，嗯，包，哎，才来呀，昨晚没走。现在做生意的很少有吆喝。嗯，前两年我倒瞧见那个，我回天津，嗯，天津街上有一卖盘的大哥，卖什么？就是你们老看着的。这谁老看着？现在可能都没有，现在没人看盘了哈。光盘呢？光盘、VCD、DVD 哈。哦。我们当年倒退新年，这都好东西。是我第一回见就是他给我的。谁？我。我们家都没有那个 DVD 那个什么机器啊。谦哥拿了一张。嗯。哦。接过来一看。嗯。上面有个画，是个外国大姐姐。啊。哪儿拎的叫大姐姐呀？然后有外国字，外国字我哪认识啊？那是。底下一行中国字写着：18岁以下严禁自己看。哦。咱也不懂啊，没用啊。嗯。给你吧。拿回家了，嗯，这点他很孝顺，是吗？18岁以下不让自己看，就跟父母一块儿呗。跟父母一块儿，把他爸他妈叫来，三口坐好了，嗯，投影光盘，合家欢乐。啊，他爸爸没打死他呀？哎，是得打呀，啊！是不是你把机器弄坏了？怎么？怎么那个衣服都放不出来？对，没听说过，那是机器的事儿吗？那啊，把这盘留下，我好好检查检查。哎。留下的就是啊，就是当年，后来就特别时兴看各种光盘哦，但是这个都犯法的，不让看，多新鲜呢！街上有卖着盗版盘的哦，拿一这么大一大挎包装着一沓一沓的啊。是啊，我在天津，我瞧见大哥卖这盘啊，哎，站在胡同口，叉着腰踩着旁边尿了牙子，哦，一手攥着一沓，这还吆喝，天津人，哎呦。看光盘，看光盘，嘛都有 啊！有男的，有女的，有男的跟男的，有女的跟女的，还有你妈小动物啊！这什么乱七八糟的？多大胆子呀、啊！这是，哎，他都得枪毙啊！关键这词儿太不雅致了。说的是，所谓的货声指的是小买卖人的吆喝。嗯啊，比这个吆喝的再热闹的，就是过去单有一种叫卖故意，故意。旧衣服哦，家里穿不了了，旧衣服卖了，他收走了啊，洗一洗，熨一熨，烫好了，跟那挂着。是，不管是皮袄、皮袍啊，什么、什么都有，西装啊、大褂都挂好了。哦，哎，有的在店里边卖，有的在店外边摆个摊儿卖，摆摊儿。哎，也有伙计站这儿拿着衣服吆喝，这怎么吆喝呀、啊？北京天桥净这个啊啊，拿了一件皮袄，怎么吆喝？啊，精故意吗？是，这一件那个皮袄啊。原来是当儿的，哎，不错，哎，您这句接得好，是吗？旁边还有站一搭茬的，不错，哦，还真有这么一来这样的，我给您接这个，好，这一件那个皮袄啊，原来是当儿的，哎，不错，取的有儿黑呀、啊，裤短的面儿啊，不错，瞧完了面儿，嗯，翻过来，哎。你看看筒子吧，不错，这皮子是九道弯哦，起个名儿 叫三样开泰的吧，哎，不错，不管多冷的天嗯，刮多大的风，是下多大的雪哦，穿上我这件皮袄怎么样，冰地里睡觉，嚯，在雪地里去冲盹儿去吧，不错，你怎么会就忘了冷啊，皮袄好本也给冻挺了、啊、这冻挺了这什么呀，这废话啊，有冰天雪地外边睡觉的吗，就说的是呢啊，北京天桥就是卖这个好听，天津也有卖故意的哦，一进那个红桥区那个故意街，是是，就天津那大老爷们儿好、哦、拎着这么一件嗯，拥拥散散啊，哦，耍没有说过做生意、哦、精神没有啊、哦，就这么着，谢总的，天津的老爷们儿怎么吆喝？你瞧，谁买谁件皮袄啊？原来是当儿的，不错，太阳的、
好通脏，吸了口的火呀。嗯，一个土里冒头啊，打了麦的穗儿啊。啊，来我就把它卖，好了我就卖了它。嗯，卖了它这个我也去呀。你干嘛去？我尼玛要钱去。哎拿钱也算的，卖故意。嗯，真正说吆喝上档次、上品的什么呀？卖布头的。哦，布头也有卖，也有吆喝。过去卖布头的有势力，是吗？就我们是司令部的，怎么叫司令部的呢？整匹的布买来，把它撕成零块。哦，司令部，司令部的啊，这么就解释，这样的话才能多卖一点哦，整匹出的钱少，这是生意经。俩伙计站在这儿，嗯，哎，一唱一和，哦，俩人，这个拿出来一块一吆喝，旁边那主得跟着陪衬。我怎么陪衬呢？哎，好，不错，哦，别让了，便宜了，这个，掌柜的，别让了，赔了，这个东西，哦，还拦着价，哎，别让了，赔呀，得跟真的一样，哦，拦着，别让了，赔了，咱们俩人来呢。好吧，我给您来这伙计，我学这卖布头的，您来拦着我这伙计，就别让了哈，掌柜的别让了，赔得跟真的似的哈。那倒，我演戏就没问题。哎，好比这是一块白布头的啊。哦，来来往往都是人，咱们得把人叫过来啊。行，嗯，哎，赔掌柜的，别让了，再让就赔了。好，我还没卖。哪儿我就赔了呀？我怎么嚷早了？是怎么着？跟真事儿似的，就知道后来我几毛，我几毛。哦，你这张队长别让了啊！再张就赔了。行了，哎，明白了，明白了。哎，行了，嗯，您出价的时候我让价，哎，我来拦着。嗯，让死我了啊！来，嗯，哎，嗯，吆喝着买挨了吧。吆喝着买了我这布大件儿了吧？嗯，不要那一装，是喽，再来这一装，嗯，装装件件大不相同，不一样儿的。哎，瞧着这块布，是，看看这个色儿，嗯，没有包边，没有褶儿，没有窟窿眼儿。对，这是什么色儿？什么色儿？这是本色白，白。它怎么那么白？对，怎么那么白？嗯，你说怎么那么白？这我哪知道啊？这个，因为它是白的。这废话。不白的，气死头场雪，嗯，不让二路霜，气死了头号的羊白边的吧，哦，气死赵子龙，嗯，也不让小罗成，嗯，谁见过雪白袍啊？压死那个小马超，哦，不提这种白，嗯，单提这种布，是买到家里去，嗯，封背单的、左背领的、彩门帘的，撒锅管去扒，嗯，金票金带，哼，金喜又金晒，好，金来又金拽，嗯，金灯又金踹，不，这是干嘛呢？这是，这人背后有鸡了狗子。这嗨，扎的这是十年呐，八年该不坏了他。嗯，说面子有多宽，是布皮有多厚，锥子锥不动，这钢针扎不透了。你这多么快的剪子就绞不动它。这是布头，铁片儿，铁片儿，剪子都绞不动啊！把这气焊焊，铆钉铆，是我得了穿穿，你看大罐锅炉啊，没听说过，吆喝半天白的没人要。啊，有，又拿出一块黑的来，黑的这，哎，黑的不叫黑，它叫青的，就是青的。不要那一装，嗯，再来这一装，装装件件大不相同，不一样儿的。哦，这是什么色儿？这个。这是本色黑哦，怎么那么黑？是怎么那么黑？哎，你说怎么那么黑？我这又来了，这怎么着？因为它是黑的。哎，对，真正烟熏灶，这烟没掺没灰，屎壳郎的尊炕都没有它来黑。包公扎马花儿，黑了个秃儿啊！怎么这么黑？气死猛张飞，他不让黑李逵。唐朝有一位黑警贼了吧？东山送过炭，这西山挖过煤。开过两天没了厂子，卖过两天没了这不，背过两天没了这不，看过两天没了这不，送过两天没了。这不晕过两天没了，这不耽过两天没铺的二当鬼的吧？说你要不知道，哦，遇上一个桥，嗯，你够门电车刀，你上了摸电车，买张电车票，电车这么一绕的，这不叮铃铃当啷啷啊，就要到了吧？到了前门外，够门大石栏，你找了箱子号，什么瑞丽箱的、瑞增箱的、广盛箱的、颐和箱的，个箱一号那个浪子凑着左边他那晃着，有个钱箱一儿大，对，站在柜台那儿啊。
点着名的要，点着样的挑，顶少的价码得四毛八，对，没有四毛八你也买不着。怎么宽的怎么厚的，怎么加密怎么密，怎么字密怎么西服大，是为什么卖这么贵啊？挑费是大，楼上楼下电灯电话，人工吃食就找他要了吧。常言道的好，面子罗里转，羊毛我出纸在这羊身上了吧。你就别忘了个店大，这个这可大的气着点了吧。是倒在我这摊儿啊，民工你要想一个样的货，一个样的价儿，一个样的行市呢，谁还买？打到边儿那小道沿的马路沿子摆小摊儿，小门脸的小铺院，小四号小布展，小四合院的这个碎把头儿就不牌了吧，错不了啊。拉了一心就说啊，买个头儿的怎么着，多少钱一尺？哦，站稳脚儿，掏一掏尺寸的要个价儿了吧？是一套五尺长，哦，两套整一张，三套一张哦。哎，连我一块卖啊？大尺量啊！哦，姑姑您一张留了吧？嗯，卖您多少钱一尺？是啊，两毛钱一尺。两毛。老先生说，卖不头儿的，给我包上吧，给我裹上吧。对，两块八毛算我咬了它。好，这边我咬了，卖了还不卖了它？干嘛呀？怎么回事儿？买了生个枝的还得让他，小徒弟知道没打手工签儿。哎呦，他精致的粗布、蓝布的大白布耳的，您要还要学好了，那就是花四哥，什么礼服呢？老太太叫毛花花花花花要整来吧？这块骨头敲好了，成色千万的别来我们当做羔羊摊儿，卖的哪桩是外洋货了吧？到了羔羊摊儿，买了外洋货，拿了家里去。您要一下水，在楼上搭，又被大风刮，什么汽车、马车、飞机、迫击跑的机关枪都追不上了他啊！怎么回事？是刮跑了？废话，这块骨头啊，您给两块八，两块八，两块八，要不要？是，不要不要紧。嗯，什么有的本儿的，我是哪个腰砖？哎，本的院家的叫我顶了他。您要，您给两块七，再给两块六，嚯，您给两块五，涨不涨？两块五，心里别打鼓，买的不算买的，要的不算要，让两毛取两毛，两块钥匙，车钱你得给了吧？两块钱好茶要端着喝了他，大洋你就给两块整吧，涨不涨？两块九，你们还不要？啊，换酒的一块八，一块七。一块五，咱要是不要这一块五了吧？这么一块五，这个还不要？是让你毛毛去，你要毛你捡毛，让你毛你让毛毛去五块，哟，我这赔大发了，我这赔呀！我这好像哪儿一个？好认他们家，是好认他们吗？有小儿子。哎，他们在叫你呢，儿子。我们小郭汾阳，你是害羞了吗？害羞了。你看这边是谁啊？来，这那嗨，没问过。跟大家打招呼好吗？哎，怕怕呀？怕怕呀？没事。哎呦，来了来了，不怕，都买票了。嗯，嗨，这不是废话吗？啊，不，你不玩了？不玩。刚才嚷半天要上台。我这属于返场。跟侯叔走完了。不该好玩，哎，好玩着呢。小孩就是这样，嚷半天上台，我上台，我上台。有的时候怕，有的时候不怕。上次站在这儿唱了一歌，唱的好着呢。郭老师的二儿子也是我徒弟，真的真的，这不开玩笑，这是真事啊。嗯，嘿，送花的又来了啊，那给你，这给我。来就来吧，你瞧还买花。嗯，他们说北展周围卖花的家里都供着我的照片。改祖师爷了。嗯，千万别买花了，以后是吗？不好拿。哎，嗯，不好拿像话吗？弄家里有两天就没了啊。你就不如你问我喜欢什么啊。其实咱不合适，给咱买去。可不，其实现在有一种东西叫支付宝。哎，这还不会聊天。跟谦哥一块合作好些年了。是，咱可能也干不了别的了吧？咱也不会别的了。什么美国当个总统，咱也去不了了。哎，算了吧。啊，你也不叫克林顿，啊，你也不叫吧？我也不叫老克林顿。哎，凭什么叫老克林顿？看着我比你憔悴。今天是纪念我师父，嗯，侯耀文先生。是，真快啊。这十年了，一晃就跟在眼前似的。嗯，我师父这个人特别可爱，是，好多接触过他的人就说，侯三爷与众不同，老小孩儿，真是老小孩儿。嗯，他活着那会儿，我们跟那块儿出演出去。嗯，
最爱就是买那个遥控小汽车，啊，喜欢那个，招所有演员台上开会。哦，啊，我们都跟缺心眼似的，就来了，站台上，晚上演，下午也没事儿。嗯，他躲在那个幕后头啊，把小汽车放好，啊，这车在台上玩跑啊，撞人玩，开心啊，特别开心，有的时候特别单纯。嗯，啊，半夜里跟我商量，你说我是明天早晨头一班的飞机赶回铁路工团。拎着包一进门，是不是还得吓一跳？那管什么呀！我说啊，单纯善良啊，这咱团长嘛。乍一见这个人呢，就很厉害。是接触了之后，你才会发现，嗯，单纯善良，心眼特别好。这一辈子也没吃过什么好东西，是就爱吃面条啊，吃饺子，玩着吃啊，就跟小孩一样，弄一锅煮饺子，嗯，院里跑去了玩去了，聊天，一会儿进来是还没等捞呢，拿筷子夹几个吃，又跑出去了。啊啊！玩会儿又回来，吃怎么吃？就算吃饭了。嗯，吃面呢得吃烂的，对，煮的把那面条啊啪啪啪锯碎了。嗯，搁锅里煮，煮完捞的碗跟酱子一样。嗯，然后倒上卤，倒上酱，和了匀了。你们见过贴告上那酱子吗？就那玩意儿，喝最爱吃就捞捞捞吃。啊，他跟我说他当年年轻那边吃饭，全家人蒸一盆米饭。嗯。奶奶那会儿从当家化开了，全家那几口吃这半盆，他自个儿吃这半盆，能吃。回来之后剩下的菜他都倒这半盆里边，然后浇上水，兑上醋，和匀了，哎呀，呱啦呱啦吃，啊，就是特别可爱，特别的可爱，单纯，胆小，嗯，胆小，从来不到医院去看病人，你瞧，从来不到火葬场去送人，嗯，上医院去害怕，这耽误就耽误这上头啊。其实去世前将近大半年，嗯，老说后背啊就有症状，后背难受，是无论到哪儿就来谁给我撵撵，我们也是没事后台老给他撵，后台演出就给他揉，都以为是什么颈椎啊骨头，其实不是，那会儿就是心脏的先兆，是那会儿也劝您查查去，我走去不去，他说我算过卦，嗯，有一算卦的啊，算他活97岁，对，他就特别信这算卦的，嗯，他死了之后我就问找那算卦，哦，后来人说你别找了，他死在侯先生前面了。哎嗨，真事儿啊，报应了。我满天下，我找那算卦，我问他你怎么算的。嗯，结果他们就跟我说：“你说你别找了，真别找，那真死了那个啊。”哎，人这一辈子，你说这玩意儿，不过也好，是是、啊、也好，来个脆的也省得受罪，哎，也算是修来的福吧。是，愿先生在天啊，能够好好看着我们。嗯，我们能把相声好好说好，是，也谢谢所有的衣食父母对我们的支持。哎，谢谢了啊，谢谢。整个德云社连演员在学员400多人，哎，今年又招生了，嗯，肖子科的学员，对，又招。刚才我问了后台，我说怎么样？嗯，国庆期间嘛，这几天网上报名说，将近2000人报名进来，啊，这2000人，一试、二试、三试，我估计最后能剩个20人。哎，也就这行淘汰率实在是太高，不容易，啊，这个有愿学相声的啊，嗯，上我们这儿来呗。啊，来试试啊！尤其是要是有女演员，可以找于老师。我哎，搁到我这儿学个烫头也是好的。哎，大部分都是我徒弟啊，学生啊，嗯，包括谦儿哥的徒弟都是我的干儿子。对啊，我因为当年，我师父还有我石禄宽先生，嗯啊，石胜杰先生，他们这哥几个最好。嗯，他们有一君子学定。哦，就是我的徒弟就是你们的干儿子，你们的干儿子徒弟，反正互相都这个关系。哎。我们俩也是如此，是我徒弟都管他叫干爹，嗯，他的徒弟管我叫干爹，对，但是他有一个徒弟管我叫亲爹，啊，多新鲜，也郭麒麟那是啊，挺好，嗯，就师师徒徒，父父子子，嗯、说相声其实就是这么一家子，挺好，嗯，你听我儿子号喊着，哎，他要上来吗？能上来吗？让他上来，没事，他敢上来吗？你放了放了，你别抱着他，抱着他不敢，来，过来，儿子，让自己走，来，来呀，来爹。哎，过来过来，你跟侯叔在一块儿呢，别让他抱着脏。嗨、嗯，来儿子，你看，你要给大家唱个歌吗？唱一白龙马吧，哎、你唱一白龙马吧，好不好？白龙马，安、啊、妮，白龙马好不好？不要，你唱一白龙马。怕白龙马啊？白龙马容易吗？白龙马容易吗？下台啊、嗯！他有一段时间在家天天唱《白龙马》。嗯，
白龙马什么几万里天天唱，唱到最后自己说，哎呀白龙马不容易啊。大人是老问这个白龙马容易吗？你招招手跟大家下台啊。那你告诉爸爸白龙马容易吗？容易啊，就改容易了。好吧，那你走吧，我不跟你玩了。那走吗？走吗？爸爸呀。爸爸。爸爸走啊。爸爸不能走，爸爸没下班呢。爸爸早就退票了。哎，嗨。拿熊猫。拿熊猫啊？啊，就拿这个。熊猫啊。你要这个吗？拿这个吧，叫师傅。叫师傅。哎呀。把师傅山上下来的。拿着玩吧，拿着玩吧。嗯。拿这走啊，那你下来吧。嗯，去玩吧。啊，他的他的，别的。好了，拜拜。嗯，啊，拜拜。爸爸啊，好，爸爸。哎呀，啊，抱抱抱抱，那两步还能抱抱啊？啊，他是拿猴爷当熊猫了。嗯，那个侯爷，这是我师父的侄子。对，哎，侯震。他爷爷是侯宝林先生啊，他是大爷的儿子，哎，侯家的长子长孙，对啊，侯耀中先生的功夫，嗯嗯，所以我老拿他逗嘛，我师父留给我的念想就是啊，非物质文化遗产，在整个德云社，我们这个辈分的人其实不多，是400多人里边，我们这个辈分就十几个人，啊，这不多，哎，高峰这都是啊，对，老高，高峰在后边吗？来来来，老高，来来来，这一块聊。那个他师傅是范老师，对，范老师是范道爱，哎，去别瞎介绍，嗯，我师傅叫范振玉啊，哦，翻译过来是范道爱，哎，没有，不用翻译，不用翻译，就叫范道爱，哎，去去，您别跟人过乱啊，他老人家就一个名字范道爱，对，您这都像话吗？范什么？范振玉，范振玉先生，我是说他那个白净那个字，嗯，咱没听说啊。嗯，范振玉当年高英培范振玉，哎，说相声里边老前辈艺术家，范先生是他的师傅，对，是我的义父，嗯啊，2000年的时候，从90年代末，到2000几年吧，他师傅跟我在北京合作这么2-3年，你看看啊，范先生也是说相声一奇人，那当然了，早晨4点半就起，嗯，那么早，他那会儿住的前门，那叫后铁厂都拆了，现在，嗯，盖了平房。京剧名家金少山先生的一个大宅子，后来分给了4000多户老百姓住。嚯，心里边有这么两间平房，外边带一小煤屋，炒菜做饭。啊，他师傅住那儿，多低调。哎，凡是我有把钥匙，嗯，我那没事也上那儿住去，凑着配的啊。谁拉你的？啊，然后有时候我们爷俩一块儿住。后来我教我们说书的金文生先生上北京来，我们爷仨。我跟俩老头在那儿住，我住外屋单人床，嗯，俩老头在里屋一被窝那儿睡。哎，什么人这？你说这交情啊！早晨起来，早晨4点半，我还没，我一想我们这行睡得晚啊。对啊，我早点睡，2点半躺下了。4点半，他师傅起来了。你看，起来先做水，做水，这么大暖壶，咱家都见过暖壶。哎，喝2暖壶水，先沏茶润润。就这一天，就再也不喝水了。你看，再渴就喝啤酒。啊，养生之道。然后这一天要抽最少是6盒烟啊，得2斤白酒，嚯，几乎就不吃饭。哎，什么叫小橘子啊？对对对，一个虾拌了烧饼。嗯，他师傅就这一天就要成仙的那种状态，你知道吗？嗨，就喝啤酒。哎，喝啤酒白酒，这都是当年老先生们一块儿也喝80多啊，也喝80多。你说这对呀，哪说理去是吧？哎，这叫什么话？这是就是这老先生，人家一辈子享福，你这么说啊？就是喝，好家伙，也是院里老太太，这个也疼他，那也疼他。对，人缘好极了，啊，这挺好，反正这辈子也算值了。那当然了，行了，挺好。嗯，三位先生这一去世呢，现在怎么又三位先生？对，该说你们先生没有没有没有，他师傅等于死两回。哦，这没听说过，这被吓死。哎，很感慨，就是那到我们这岁数都是奔50的，这个嗯，是好家伙，啊，老高岁数最小，哎，稍微小一点，稍微他不小，老高，哎呦，别比划，啊，别比划，你以为这尺寸啊，嗯哦，老高比我们小着呢，哎，别接短，哎，这好像是真的，合着你说点正文行不行？
来吧，我们让于老师唱个歌，咱热闹热闹，好吧？哎，过台了，过节了嘛，有点气氛是吧？哎，我这今儿纪念三爹，改叫过节。你师父死在过节呢？纪念日嘛，不是这刚四月嘛，是吧？哦，嗯。刚四月过一月感觉，嗯，能赶上。唱一个，唱一个什么呀？嗯，哎，你们点一新鲜的，我也知道你点不出什么来。十八摸，你看看，这是哪个姑娘啊？哎呀，这都是了解您的啊。什么？我这不高老师，哎，那个你要干嘛？郭老师，郭老师，哎。我今儿别唱，你听我上嗓子一直就哑着。哦，今天一个是纪念三爹的这个，另外一个钢丝节也就是明天啊。今天您多唱，哎，好不好，各位？刚才唱半天了，我这嗓子一直今儿就哑着。你们听高老师一段好不好？哎，一下就能步出去啊！不是，我对这个歌曲什么一块臀部啊，哎，什么什么叫一块啊？两块，歌曲我唱着。他们俩人就是诚心挤兑我，因为他们俩人私交是最好的。那倒是啊，在北京来说，我住的是锦北边，北六环，他们俩在锦南边。你瞧瞧，有一天堂河，他们俩住的。哎，您先等会儿，您说那是公墓，哎，像话吗？这都住八宝山就都得烧吗？难道是？对吧？住天堂河也不能都烧。我们也不在那儿。天堂河火葬场边上有一个小区，他们俩住那儿。那倒是。哎，有一个烟景房。烟景房。我们俩看着烟头，什么四季如春，四季如春啊！是住炉子边上啊，常年有暖气，他俩住那儿，对，他俩私交是最好的了，关系近，是不是啊？是。举一最简单的例子吧，说说。我一进后台，谦儿坐在那儿，愁眉苦脸。嗯。我要一问谦儿你怎么了？嗯。去。不爱说。主持人我说，对，非得高峰来了，怎么了？嗯。他这才抬头。嗯。你瞧。我这什么做配我这就跟见着自己老公似的。对，喝呗。高峰这还得也有难处跟我说呀。对，咱们是最好的朋友啊。嗯，真正的朋友是为对方舔伤口的。这比喻多好。谦儿这才抬头。嗯，痔疮。去，别鼓掌了，您进来，没有这事儿啊。哎，待会儿我再进来，你再看于谦。对啊，好了，这是那是技术不错，嗯，这别这么说的嘛，怎么了这是？所以说他们俩有交情，哎，那倒是。我说唱一个吧，他俩互相推啊，嗯，您甭推，我唱两句好不好？好，大伙儿欢迎您唱。我唱一什么呀？您说呀。花心。叫小帆呢？是谁这么疼个人啊？叫小帆老唱，这叫小帆就是。京剧《四郎探母》里边做工的一个嘎调，太原转嘎调。京剧早先没有这戏，这是从河北梆子翻过来的，移植来。行业术语叫翻梆。对，但京剧这个不好唱。八度。对对对，你唱来这样了，您来。京。好，还有伴奏。哎，回来。哪儿去？你找你师傅去是吗？唱。又走了，哎，你看上边，我师傅拿砖歇你，让我躲开点，别蹭一身血啊！你就唱就完了，八度唱行，来吧。一见公主到领间，不由得本宫喜心间，站立宫阿门叫天法。哎，我的妈呀！哎，行，您别摆姿势。不是八度吗？对呀，八度前面九度到十度，天就冷了。这好，上景点了。河北野山坡啊，哎，学你的，往上翻，那是高仿。你来，我来不了。这是从梆子移植过来的。那梆子要一唱呢？梆子唱跟这个风格差不多。哦，你能明显的听得出来京剧是怎么借鉴的河北梆子这个？哦，你给展示展示。唱这样啊，咱听听梆子。又来了，嗯，哎，别老走，以为又走了，往上走啊！就是一天，公主到灵间，不由本宫喜心间，真理宫门叫天王啊！
谢谢吧啊！哎，这个调门低，唱着不舒服，还不舒服。今天来这演出是德云社的部分演员啊，把他们叫出来，跟大伙儿再认识一下，你们熟悉熟悉啊！来来，见见面，来。这个太大了，大伙儿一起唱一个那个。哎，打那边头晕，高峰高老板，应该是吧，是吧？挨着这个是我的爱徒啊，啊，栾云平啊。这个我徒弟关鹤白，栾云平翻译，高峰主要。刘鹤春，跟我儿子是一样的啊，烧饼。来，曹鹤阳，主持人是少侯爷侯震，家属打理。这后台他也没哭一包。嗯，那个都上来了，咱们唱几句《大西厢》好不好啊？好，《大西厢》是德云社一个开场小唱，一小曲儿。嗯，这个一般逢年过节的时候唱一回，但是太长，唱全了满台这。上百人，然后锣鼓家伙得唱四十来分钟啊！是，咱们就掐几句吧，掐其中的一个曲牌，叫《云苏调》。好，好来，我领着你们大伙儿合苏啊！哎，跟着一块儿合唱啊！嗯，次日清晨辞别老高命啊！哎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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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呀！普救寺僧人渡来送行啊！哎哎哎！上了黄龙马呀，哎哎哎哎哎哎呀，一心赶考够奔东京啊，哎哎哎哎哎哎哎呀，走过三里桃花店呐，哎哎哎哎哎呀，越过五里杏花营啊，哎哎哎。女儿花容啊，哎哎哎哎哎呀，好难唱的，这叫西厢记呀，哎哎哎哎哎呀，愿诸位阖家欢乐，福寿康宁啊。